糖的。OK， 我们现在点开始。说实话，这个真的是有点难控制。基本上用脚的话，一般人是控制不了的，一般人是玩不了的。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差点死！你们，喂！泼出去的话，就像泼出去的水。啊！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怎么下去啦？下面挑选一位幸运观众。哇，好痛！我这第一关，我怕是要损失，我要损失100条。差点，差点又没毛了，又是你！他从中间断开了这个。我为什么要立这些 flag 呢？我宁愿让我通关毛料。今天晚上我怕是要秃腿了。好痛啊！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前面有个跳跳。又歪了。他这么顽强，我们放过他好不好？OK， 我放过你啊。既然你这么顽强，那我放过你。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存个档下，先存个档。先不着急，我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跳，这里有点悬，这里有点悬。我记得上面这块会掉下来的，上面这块会掉下来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急速冲，跳。那是你要是我存的啊，游戏王。OK， 我们继续，已经还剩一半了，一半。可以，来，慢慢来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回来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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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要点助跑，不，不要。为什么你这么突出？就是你了。脚要秃了，要没了，七下！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！nice！等他们过去先。我别急，现在千万不能急啊，千万不能急，我们要冷静，沉着冷静。我这里有点难，有一点难。我感觉我要拔了，完了，我感觉要拔腿毛了，这里有点难。回来。
下哦！哇哇！啊，还能我还能再活五百年，跳！哇哦哦，过了！我单只站着，这个脚麻痹了。我觉得可以。我就算你滚，不怕你。怎么回去了？又来了。3、2、1，按错了！我真的玩不下去了，再玩我的脚就要秃了。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为了我而牺牲的兄弟姐妹们。走了。如果还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把它通关。